大家好，我是许明雄，今天是10月28号，今天已经到礼拜四哈，几礼拜够足紧的，会不会搞啊？会不会明天又是星期五哈？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走势是开低啊，丑低啊，其实今日的，其实今天哦，它涨跌幅哦，它其实空间不空就多啊，空间没有说很大哦。那今天收盘收跌32点，那这其实无。不是讲出重点，不是讲出重点所在吼。来看一下美股来说的话，昨天是道琼有跌了吼啊，所以今天来说的话，其实我们盘面上是比较受比较大压抑一点点呐，因为起码美股的高档地方吼，他们高档那他们创历史，像道琼啦，还有那是 S&P 500创历史新高，但是他们力道强不强？咱看一下好不好？来，这昨天我跟大家说，这种创历史新高的力道强不强？已经越来越弱，你看，越来越微弱，它会怎样？那如果越来越弱，涨势越来越缩的时候，啊，当然了，到高档历史高档地方的话，就有怎样？会有卖压哈。啊，那台北股市呢？那台北股市现在目前为止哈，等一下看，但台北股市到季线这里附近。加入开戏啊！我之前嘛是讲啊，大概我们这段期间哦，在这一周啦，今天摆吼，今天摆吼，龙头不是季线加啦，在季线这里吼。那下礼拜的话吼，那可能是在季线之下哦，季线哦，季线是在多少？现在目前为止吼，季线是在17052点。下周所走的行情吼，我的预估研判吼，我的研判来说吼，大概会是在季线之下。季线之下，在这边盘整哈，季线之下盘整，先下一个结论。那么到现在为止的哈，你讲台北股市，你要看到大盘哈，刚最重要诶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的，来，来先看一下，这是我在9月29号哈，那我当时候有建议，有在 Telegram 有两档股票，那当然也是我们会员在做的哈，统证6170统证，还有嘉百玉。好，加百玉，哎，这两支股票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咱来看一下吼。你讲这两支股票，基本目前为止，他们是怎么走的？咱来看一下吼，6170统证，来，现在又涨到哪里了？给你涨亮灯涨停板。啊，你如果再看我们大盘吼，你也看大盘，你今日在操作吼，你都唔知讲啊，这是要做，这有什么好做的啦？哈，这有什么好做的？大盘有什么好看的哈？大盘今天到目前为止，这嘛是无什么呀，看起来也是没有什么啊，无什么呀。但是你也看我们的股票，6170，统证，今天涨停板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9月29号的都一样，9月29号的家在这里。当然，我们一买呀，不要去博月供。那又高不有不有提供，等就开始往上攻，往上冲，那是在做戏呀，没啦，没有，没有代志啦吼。那需要有点时间呐，哦，那9月29号，39.35，啊，同那一天，赶快那一天哦，同样那一天，那我嘛是有分享吼，给我们跳滚的一些好朋友啦，9月29号，我也分享给他们。统证哦，那当然了，当天有两档股票了，统证啊，还有呢，还有嘉百玉哦，统证那情况，今天涨停板51.7，啊，你贵口，这样涨几块钱？十二，啊，你起起来去12块，12块4，12块4除以39.35，你算一下，啊，你挂谁？涨多少？三成啊，30%，涨30%，我常常跟投资朋友说的，短线计划，哦，短线计划，你起码你做股票吼，你起码你买卖成功吼，我要做波段，我做那个。从头要做到尾，我从来没有这样来做的。
我们也没有这样做，我们一段一段做。等一下我们再来看，我们做股票都是一段一段来做的，啊，不是讲迄个，无迄个讲来镜头做到尾啦，无啦，不是安尼做的啦，欸，那不，我们不是这样来操作吼。那现在来看一下，30%，哎，那不就很难吗？我看嘛，这奇怪，这挂股票吼，我不是跟人家讲的呢，我不是今天才讲，这已经是讲要一个月啊，吼，哎，算起来，多好一个月啦，吼，9月29嘛，到今天嘛就10月28嘛，一个月，统证30%，哎，30%，30%，统证啊，敢不敢统证你啊？不是嘛？还有嘛？3323，加百亿，35.05，9月29嘛，9月29，来，9月29，35.05，到。那我们看到昨天呢，啊，到昨天最高是47.35，啊，那是12.3，12.3，你除以35.05，啊，那话这超过30%啊，今天稍微拉回啊，这个如果在高档这个地方，如果高档不再不过高的话。我们会怎么做？我会怎么做？你应该应在怎样了？明天如果有，明天也星期五了，明天在高档再不过高，吼，就是这啦，47.35加吼，计收在加吼，如果没有再往上攻击，往上站上去的话，我们就会先把它先获利了结掉，吼，这些加百亿，超过30%，到昨天为止超过30%，啊，够给力的。到今天玩的话是45.6，收盘45.6，啊，35.05，来45.6，哎，10.6，10.6，10.6除以35.05，你算一下，哎，话是。30%，又是30%，连送给我 Telegram 这边，因为我看到有机会吼，那我也在这边也分享给他们了啊。Lina，你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，Lina想要铁一瓜，像我们 Telegram 的话吼，很简单吼，啊，你可以扫描 QR code， 扫描的 QR code 吼，那我下午5点的话吼，我都会把一些我的节目的话放在我的 QR 这个 Telegram 的 QR code 里面吼啊。同时啊，我如果有一些好的股票吼，我会分享给投资朋友。赶快外，我也会分享给投资朋友哈。那当然了，唔是刚才这两年啊，够11月20号最近的话，我10月20号最近我是分享一档股票，这个10月20号，来加安国，你加分享好人，分享给投资朋友啊，起码你安国46.35，啊，够给你我这回记52.8涨停板。11月20号，告给你安尼，总共安尼赚偌济？赚6.4，赚6.4啊！我分享给投资朋友是46.4，哦，安尼是6.4，你是安尼升空吧？只安尼几趴？啊，降又几趴了？又收15%，啊，佫超过15%。好，这是高速传输哦。这等下吼，这安国等下咱再过来讲哦，咱再等下过来看吼。那有时间咱等下过等来看吼。来，咱先看者吼。来，这是。这礼拜吼，我168周刊我所写的吼，啊，等新时代高速传输，像安国安格，吼，还有啊，当然智远也是吼啊，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安那表现呢，啊，安国就是安尼啊，今天涨停板呐，啊，购物哦，6684啊，安格，哎，你们来看呢，安尼起足多呢，这样涨很多呢。来，这是安格，这是安国，啊，这是安格，哎，安尼起也是足多呢，涨起来是很多呢，啊，这几天的经历，起这里到这里这样安尼起，这几天是起偌济呢？起40%呢，这样涨幅是40%呢，啊，现在稍微整理一下，合理啦，啊，我有讲啊，高速传输，
哦啊，这是当时，这是今年哦，今年哦，今年年底哦，年底，当然年底你就会看到了。啊，你目前为止哦，你还当然你还没有看到啊，现在还没有啊，基本上阿伯开始卖，然后高速传输的一些那一些设备，未来的跟你所想象中的，跟你今嘛不同款呐。哦，你接下来会未来来说的话，我们所影响到的像高速传输的话，吼，这块高速传输跟什么也冇关呢？元宇宙，跟您今嘛您是您听到上个最夯的哦，元宇宙啊，但是这给您吼元宇宙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涨多啊，吼，但不阿哩有点在有点涨多啊，吼，阿行休滚，它高速传输也是元宇宙，你不要忘了，哎，阿哩。你如果没有办法高速传输的话，你怎么传送那影像到那个头罩盔呢？啊，高速传输啊，当然要高速传输啊，对不？所以呢，这有重要不？高速传输，这是刚刚内底讲我所说的这一项而已的啊。啊，够了，高速传输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能，这主要功能呢吼。好，那目前为止，这个高速传输是现在新世代的，这是新世代的哦，吼，这是新世代的哦。那不一，跟你接下来的话，你基本某程度你都要被看的，你还没看到你还没看到产品，等你看到产品的时候，那时候啊，我们可能全部我们都已经收工，我们已经会全部都收工，哦，啊，某程度你还没看到东西，还没看到的话，它的题材性还在，题材性还在，好，结果这是高速传输位了，哈，啊，各位这是安格，哈，还有。8054安国哦，当然还有6104啦，这哦创维啦，2436啦，我全电啊，你们攻4966普瑞，啊，这是1700几块，当然我们是不会，我们会员我们是不会带他做这1700多块的哦。但你如果看他这样子，他的涨跌幅哦，其实哦，安尼是无多，你知无？啊，这样才多少而已，啊，才2%而已。你看6684，哎，这样的是四成呢，这样是四成呢。8054，这样的几成啊？吼，这样的几成啊？啊，这吼，这我们吼，这个股票吼，到目前为止吼，是重点的所在在遮啦吼，啊，遮前坡高点吼，咱卖看伤远啦吼，前坡高点遮，这前坡高点能不能过？哇，我认为的吼，那。短时间就会来突破，得洗干净来突破啊！短时间就会来突破，啊，这安国哦，啊，先做个结论，短时间就会来突破它的前高，短时间，哦，这是安国哦。好，那这是高速传输诶，我们过来看一下啊，智远免看啊，智远吼 IP 系制材啦，高速传输啦吼，啊，够有像挖矿也嘛有 ASIC 啊。特殊应用晶片啊，那他跟谁合作？三星啊，之前这是之前的吼啊啊，今麦无成武器，今麦啦，你看吼智远吼，来智远也是高速传输啊，但是我弄应该没掉了吼啊，卖最后一笔最高是的是166.5了啊，第一次卖是卖一半的话是在154哦，啊两个加起来平均哦，平均起来都是因为了，平均起来的话我们。卖在160，平均才160啦吼，那110进场，160，安尼就是赚45%，50块，吼，啊，当然啦，啊，智远我敢最近才在讲，110我才在讲吗？10月6号才在讲吗？来看一下吼，7月7号到30号，这段29%，8月20号87块，到9月27号。这段34%，哎，智远我唔是，哎、欸，我智远不是十月份吼最热闹的时候，大家就开始讲诶，才开始讲，不是哦，唔是哦，给你智远再涨停板啊，后边吼后边拢好搞好把人啊啦吼，智远吼昨天涨停板了，啊我们卖在10月26号了。啊，卖掉就是卖掉了吼，卖掉是卖掉了吼。那我们去操作其他股票啊。今天、昨天涨停板，今天再涨停板吼。啊，这其实啦，我有讲啊，啊这条线，我这条线我已经很早一开始的时候吼，我都至少有讲啊。这条线是123突破的话，
它后面它所走的行情，什么行情？比价同族群 IP 系制裁，明年本益比高达多少？60到80倍，60到80倍，哦，60到80倍啊！今年嘞，今年资源也在探讨这，哦，起码我整回去了哈，第三季已经出来了，第三季已经出来了哈，第三季赚多少钱？来，第三季，前三季每股盈余2.7，啊，第三季就是1.3了，1.3，吼，但起码你若讲跨资源来讲吼，今年吼，我就讲啊，伊今年吼差不多会使赚到差不多4块钱啦，资源今年差不多4块啦，4块钱，4块，那今年呢？啊，明年大概是。超过五块钱，那来看下，明年超过五块钱，我讲哦，今麦本利比60到80倍，这是明年的哦。啊，那今年的 IP 系制裁吼，本利比拢偌济，拢超过100倍。老师啊，你们欧北人讲，来，那看下，来看下，来看一下，利旺偌济，今麦给你偌济，2320块，利旺啊，啊，今年才赚偌济，今年呐、啊。今年预估啊，在赚17块，2320块除以17块，安多少？本利比多少？120倍，120倍，是今年的，是今年目前为止的，今年的，咱抓是抓明年的。你讲要自然今年要120倍，你要去啊并轨？当然了，那我们有。到达我们的获利目标，那我们后来的一些震荡哦，假高雄哈，有点可惜啦哈。后面的那两根我们让给别人赚的了哈，让给别人赚的了哈。这两支你有把人赚了啦，啊，做吧，我们赚别档的，我们还有啊，6170啊，啊这统正啊，这么给你几乎给我两支涨停板呐，啊，持续是往上冲啊，统正啊，啊够不？还有啊，啊，够，还有没有？当然有啊。好，我们待会再来看其他的。难怪讲看其他的好了。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资源哦。来，啊，这可能要速度快点哦。这10月18号哦，10月18号，这个我用的，这是我的封面哦，这 YouTube 的封面哦。啊，宏观。涨停板，啊，宏观我盖牌盖两天了，我到了20号涨停板啊，这刚刚跨回了哈，来，这是宏观哈，那宏观我们已经把它获利了结掉了哈，在10月26号把它获利了结哈，这段安尼看上高趴哈，这宏观哈，好，这是10月20号送给投资朋友诶，10月20号3006金豪科，啊，金豪科的，今日今麦为先为止的。涨，昨天这是昨天10月27号，今天28号，今天144，今天最高收144.5，今天最高144.5了，啊，今天收142.5，啊，两几块啊，14.5，送给投资朋友，这样有14块半了，14.5，你需要什么样的？你需要怎样？你需要掌握产业先机，老师来带你操作，你才能够低档买进呐、啊，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怎样？你才能办法成为赢家，你才办法成为赢家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。那你如果需要我们，那可以打电话或来或留下你在赖生活圈留下资料。我们今天先到这里。那我们祝你投资顺利，我们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